凤凰夫人，这是城主特意让我拿给您的。你来这多久了？和夫人您一样。那你也算是个新人。是。刀无暇果然在防着我。 出去走走。终于肯出门了。昨晚我们尚未成亲。嘘，江湖儿女，不必在意这些。我今生能得你如此真心对待，我也不枉活了。这不像是你说的话。 那我应该说什么？你应该说，本少主就算是抢，也要把你抢回去，不管你乐不乐意。那个雷惊鸿已经死了，你在怨我。 怎么会呢？